Hello，大家好，我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遗忘。今天呢，我们来讲一下以投资理念来购物啊。最近呢，很多朋友就跟我说：“遗忘啊，我现在在学极简啊，就是尽量已经少买了，但是有些时候还是会很冲动的去购买一些东西。然后呢，到底应该怎么样来控制我们的这个购买的这个心态呢？”我自己是个购物狂，所以我非常非常可以理解啊。我们可以用很多很多不同的方法去尝试，当然，你适合什么，然后就用什么啊，要动脑筋。今天呢，我给大家的一个方法就是以理财和投资的理念来购物。像很多人都看过《穷爸爸富爸爸》啊，如果你没看，赶快去看，因为呢，它真的是可以让我们以简单的方式来理解理财和投资这方面的知识啊。我在里边记得。它里边说的一个非常清楚的一句话，就是，什么是你的资产？凡是从你口袋里边拿钱出去的，就是负资产；什么是往你口袋里装钱的，就是资产。之前还有个朋友跟我说：“遗忘啊，负资产和支出是一样的吗？”我说：“啊，这两个是两个概念，好吗？就是说，你如果买了负资产，它就会让你有很多的开销。”有很多的开支，所以这是一个这样的关系啊。然后怎么和购物联系上呢？也就是说，每当我们从生命中纳入一些东西来到我们生活中的时候呢，一定要这样思考：这样东西是否能给你带来好处或者带来受益？那这样东西就是资产。当然了，我们只是用这个理财的理念来安在物品上面啊。这个物品所给你带来的东西呢，可能不一定是金钱，也不一定说是什么增值，但是可能它会给你带来无限的快乐和幸福，这也算是一种精神上的资产，对不对？所以呢，当我们买一样东西，每买一样东西的时候，大家都要朝这方面思考，说看一下这个东西是否，那比方说我买一样东西，我会想过 ，OK， 这样东西我买回来，如果有一天我不要了，我可以把它卖钱，甚至比方说100块钱买回来了，我等有一天我不要了，我可以卖掉50，就等于是50块钱买回来的。所以这也是我曾经购物的时候有想过的一些东西。这样的话呢，那我们纳入生命中的东西呢，就慢慢的变得有价值，而且呢，我们会深思熟虑。其实它这也是在训练大脑的一种方法。我们呢，在某些程度上也是在训练自己理财投资的这一点点概念。虽然当然做大生意的人不一定来认同我们这种家庭主妇的想法，但是呢，我相信就像做极简一样，当我们在一点一点做小东西的时候，它就在不停地训练我们的大脑，从各个方面训练我们大脑。而如果你用理财投资或者买资产的这种理念去纳入你生命中的每一样东西的话呢，我相信你就会养成一种习惯。当你不管投资也好，还是理财也好，还是被动收入也好，你就会自然而然潜意识的知道 ，OK， 这个东西是被动收入，这个东西是帮我挣钱的，这个东西是让我赔钱的，这个东西把它纳入到我生命中是不值得的。理财呢分很多很多种，在各个方面我们都要去动脑筋去想。像这些点子，有很多人就问我：“遗忘，你有没有什么好的书介绍给我看呢？”我说：“对不起，没有书，可能有，但是我不知道，因为所有的理念是我自己亲身经历、亲身体会的，我不是从书上学回来的。所以，如果我能体会到的，大家都能体会到，只是在于你是否用心。而且，我的这个方法不一定全部适合你，但是如果你用心了，必定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所以呢，我的视频永远都是希望大家去学会思考，学会举一反三，把你们平时看到的理财、看到的一些投资理念，都用于这种举一反三的方式，用在你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这样的话呢，那我们你就想象一下，如果我们以这种方式来管理我们的物品的话，那我们以后老了以后，我们身边所拥有的都是第一极简必需品，第二这些必需品里边也一定都是非常有价值，会增值，或者是说可以保持价值的东西。我记得我那时候学理财呢，我就是从我身边的小东西开始训练自己，然后慢慢的呢，才开始往大的投资大的这个被动收入去联想。而且当你脑子一直想着要挣钱理财，这样不停的围绕钱方面去转的时候，你的身边就自然而然会
聚集这方面的信息，并且你的钱财也就会慢慢的开始变多，并且是成倍的往上翻啊。我呢就会以这种想法来一直一直的去来审视我家里边的东西，去审视我身边的东西。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一点一点的把这些资产，帮你挣钱的资产或者保值的资产，慢慢的堆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然啊，极简为先。基本需要的为先啊 好了，今天讲到这里，谢谢大家观看，记得帮我点赞、分享，还有订阅我的频道哦。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